是这是那猪头是吧？撇开了了是吧？对，撇开了了。就带着多了。对对对。多少钱了？哦，行行。28一斤。13.5块一斤。对，今天这是没有贵。啊，这这这。169。哦，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今天做一个熏猪头肉，买一个大猪头，这个猪头呢10来斤吧，一共花了159块钱。我先用这个喷枪把这个表皮烧一下，这样可以去除它这个表皮这种腥味。你先靠着。可不可以整个新的？把这猪头焯一下水，里边加入点料酒。这猪头已经焯到水了，然后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。锅里边先炒一个糖色，放入点冰糖，加少添点水，把它化一下，来点油。20多煮一个小时就行。料盒准备点香料：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、碧波。草果、肉蔻、丁香，还有小茴香。把这个香料放进去，放入葱姜，加入点生抽，加点白酒，这猪头炖半个小时以后调一下味儿，我这放入点盐，加入胡椒粉，来点老抽，今天没有爆鱿鱼。今天天气没爆了鱿鱼，突然又开始下雨了。这猪头一共煮了两个小时了，然后现在已经火已经灭了，在这汤里边再泡2个小时，然后充分的入一下味儿。猪头肉已经泡了1个多小时了，然后现在把它捞出来，把骨头剔下来。洗手不疼的把皮给碰破了。
那猪头肉已经把它脱了骨，现在烧点火，把这个猪头肉熏一下。这锅底把这个水分烧干以后，放入这锯末，里面再来点糖。等这些锯末一会儿冒烟以后了，就把火撤了，在里边大概就是熏一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。在家吧，在家了，熏猪头肉。这猪头肉已经放凉了，先切一盘。来吧，熏猪头肉啊！来，尝尝熏的怎么样？啊，这个耳朵呢？哈哈哈！那个野火，野火味，有吧？有有味吧？嗯，和恁差不多。炒了四锅了，嗯，好吃，这样真好吃，挺软，来，来，嗯，有点熏肉味儿，其实这也是大肥膘是吧？嗯，有，有点燎原气那种，有野火味儿，这经过专门熏肉的，嗯，滋味儿。鸡头大，挺大。最近这黄瓜是真长的山顶啊，这都跟这个下雨天天气常有的。不是，没事浇，不下雨难浇。之前浇的还是有点。来红酒来，胖胖吧。来。我熏着差多了，你看那熏着，我过年买那馅儿包好那种，熏着，不都是那味儿呗？都是那味儿。咱熏谁？咱不是熏过是吧？多块烧的，都是那个人间野火味儿。那锯末别不长，熏的掉菜油了呗？它不拉灰儿了。啊？熏时间短，熏出来长得别绿溜了这。人买那都是长色的。不会肉杠，我吃不。再一点再来吧。真功会咋样？是啊。杨爷。又不好，我拿好喂。今天这个肉煮的稍稍有点淡了。稍微再多加半勺盐也差不多了，这个软硬
软硬程度正好，熏的这个烟熏味特别浓郁，比较挺好吃的。不也无双，接不住。没里边，都是吃。你没里边，上事儿吃。还红椒还不。再好好呗。哎，你试试，厉害了。